吹动流水，万城柳絮又惊扰了谁，回首处你在拨弄着我心扉，万物都成了点缀。唯一的檐下有燕双飞，谁的心事又飘到春归，生命与如夜来与你同饮杯，余生最好也相配。山呀水呀在我一生清晨，风呀雨呀你是浪漫春花，如星如月愿你无恙，我为他费思量，我在你身旁。思呀梦呀为你辗转无常，荡呀盼呀为我停住目光，情字一起就能放，有你此生才不忘。不知公子要问什么问题？敢问沈小姐，这腹中胎儿是何人之子？怎么，沈小姐不愿回答？莫非不愿认赌服输？怎么会？洗耳恭听。既是我腹中胎儿，那自然是我的孩子。我说的是，这胎儿的生父是谁？说好就一问的，你这已经是第二问了。难道你想出尔反尔？再说了，哪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般问人？你既知道我是沈家之女，请问你又是何人呢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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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灵州知府裴衍真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。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裴爱卿来的倒是快啊，只是不知是为了朕呢，还是为了沈小姐。衍真不知陛下圣驾降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好了，朕若是有心怪罪于你，就不会这么跟你说话，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沈小姐应该还不知道我与裴爱卿的关系吧？臣女愚钝，不敢揣测天家之事。裴衍真，你这只狐狸，一颗心给了另一只狐狸，这下可有你好受的了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朕这次本就是微服私访，不要聚在一起打扰了百姓。是。这一别多年，小桥流水还是旧时的模样，想必你是整修了。此番归来还留着哀家幼时的影子，你真是费心了。太后谬赞了，此处宅子也是前几年机缘巧合之下落入在下手中，如今正好献给太后。沈老爷何必如此呢？其实查封沈记米行并非哀家本意，只是沈小姐之事牵扯到了朝廷重臣以及未来的皇商人选，哀家若不罚，才是给沈家招祸啊。沈谦明白，沈谦明白。好了，这事已经过去了。哀家好奇的是，令两位才俊都折腰的沈家小姐究竟是何模样？这样吧，沈老爷，今日晚膳，要不就在沈园用吧。是是是，
草民这就去安排。沈谦，哎，公公收好。嗯，草民告退。嗯，皇上此番微服出巡，未免太过于冒险了。您与太后都不在京城，京城之事由谁来打理？朕难得出来一趟，你我二人就不能像朋友一般相处吗？陛下，既是朋友，为何要神上审视？朕是为了看一看，这个让你心动的女子，是不是如沈谦说的一般貌丑无德？陛下，放心，朕知道，沈家不想让她进宫。朕不是心胸狭隘之人，不会因此迁怒的。不过此番朕与母后一明一暗前来灵州，正是为了查访一件事情。此事正与沈庙有关。何事？前朝皇商陆家，母后听闻陆家遗留下来的重财如今正掌握在沈庙手中。燕真，你觉得依照母后的性格，他会如何对待沈庙？你说，这裴衍真与陛下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管是什么关系，都与你没关系。我怎么觉得他们俩既像是朋友又像是敌人呢？对了，你不是说太后今日也来灵州了吗？他们母子俩，一个寻上我爹，一个寻上我。宋三，该不会这一次他们南巡就是冲着沈家来的吧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这微服私访自古有之，再说了，咱们都是末九流的商贾，就算生意做大了点，也不至于如此。嗯，也是。太后，素闻您也是爱茶之人，正好沈母刚刚得到一柄上好的茶砖，还望太后品鉴呐。沈老爷真是有心了，沈家巨富，东西自然是不凡的。哎，太后稍等。正是此物。太后啊，您闻闻这茶香，再瞧瞧这茶色，百年难遇的珍品呐！等闲人前来，沈某是绝对不会拿出来与他分享的。沈老爷，此物莫非是煤球啊？啊！哎呀，太后真是风趣呀、啊！上沸水。哎呀，太后，太后，您别看这泡茶的方式奇特，只有最为不凡的方式才配得上这最为不凡的茶叶呀！哈哈哈哈，请您品鉴。沈老爷不必了，如此珍贵之物，还是留你自己享用吧。哀家太后，您不要客气。哀家没有客气。啊，太后一定得趁热喝，趁热才能品的。驾到。
啊，参见陛下。小老爷不必多礼。母后。嗯。方竹万竿，翠月千里，沈园果真是名不虚传啊。草民不知陛下驾临，有失远迎，实在是罪过呀。沈老爷不必客气，朕若是不来，还不知沈家小姐冒丑乃是传闻，沈老爷还要骗朕到几时啊？放心，眼珍在来的路上已经跟朕解释过了。好了，都别站着，既是到了民间，随意些坐下来就好。久闻沈老爷爱茶之名，这茶倒是泡得刚刚好，朕就不客气了。皇儿，对，果然好茶。还肚子什么肚子，若是晚些被乾陵拖去演戏，命都要掉半条。为什么呀？我看到皇帝温文尔雅的，蛮好相处的。沈小姐您可回来了，咱家在此恭候多时。这位公公是？小的乃是陛下身边的敬德。陛下今夜在沈园要以今日所得之余宴请诸位，还请移步前厅。宴请？可是我适才才同陛下一块回来，并未听闻此事啊。天子心意哪是你我能揣度的，陛下说了，灵州之鱼鲜举国闻名，又是陛下亲手所钓，正要与民同乐。民女身怀六甲，今日也累得不轻，您看可否帮我通融一二？沈小姐客气了，不过圣命难违，小的也没有法子。太后娘娘体恤小姐，特令人备下了软轿。怎敢劳烦公公，我自己去便是。沈小姐请。哎呀，哀家许久没有品尝灵州的美食了，今日可以一饱口福了。还要感谢沈老爷备下这么一桌佳肴。哎呀，沈某惶恐啊，这其他的都是家常，只是这鱼乃是陛下亲手所钓，能同陛下太后同案而食，实是沈某之幸啊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人既然已经齐了，还请开宴吧，这鱼汤凉了只怕不美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人未到呢。民女见过太后。不用了，平身平身。谢太后陛下。陛下赐宴，民女惶恐，谢主隆恩。朕赐宴？朕何时？沈小姐现如今身子不便，快快入座吧。来，坐哀家这边。哎呀，今日一见沈小姐，果真是秀外慧中，十分的可爱。难怪令二位少年郎流连忘返，心猿意马。太后谬赞，面儿乃是商贾之女，不懂规矩。若有什么冒犯之处，还请太后海涵。这丫头，
哀家喜欢你还来不及呢，哪来的什么冒犯啊。对了，沈老爷，你快入座吧。啊，哎，大家别客气了，是是是，来都坐下吃吧。我怎么觉得来者不善呢？所以不看一步。这孩子啊，哀家是看着越发的欢喜。这样吧，这里有玫瑰酥，看看好吃不？太后娘娘，玫瑰乃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，妙儿是孕妇，不宜食用。哎呦，裴爱卿真的是博学呀，我真的是糟老婆子了，什么都搞不清楚。哎，对了，那一盘清炒山药，性平味甘，最适合孕妇了。妙儿尝尝。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妙妙平时最不爱吃山药了。宋某一向心疼娘子，今日就是冒着被您降罪的危险，也得说这么一句了。你可真是个痴情种啊。看着你们俩情投意合的，这样吧，罚你吃下这整盘的山药。啊，多谢太后。啊，陛下太后，自从妙儿有了身孕以来，她是文不得兴，食不得荤，让妙儿同陛下太后同案而食，实是有损兴致啊。不若就先让她下去吧。您看，您看，民女无福，怕是不能陪陛下与太后共同用膳了。哎呀，哀家是许久未见九儿了，今日好不容易见到一个投缘的孩子，竟没想到连顿饭都不能同吃，想必是妙儿不愿。母后，儿臣以为沈老爷说得对，沈小姐今日陪朕游湖半日，想必早已疲惫不堪，不如放她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这样吧，看这一桌都是灵州的美食，想必沈小姐经常吃，不过那鱼汤可是陛下亲自备下，正是新鲜，请得在给沈小姐盛上一碗。是。太后娘娘，在下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赏赏圣光，尝尝这淋浴之鲜呢？当然有了，一人一碗，你们都有。母后，这鱼好歹也是儿臣所钓，理应由儿臣喝这第一碗吧。这孩子嘴馋。也罢，一人一碗，咱们同乐。敬德。是。这鱼汤极为鲜美，沈小姐你也喝吧。哎，
谢陛下太后。谢陛下，谢太后。谢陛下，谢太后。沈小姐，这鱼汤可是皇帝赐福，打翻了可就不好了。谢陛下，谢太后隆恩，快喝吧。怎么样，大夫？这小姐脉象平和，未有中毒之兆啊。那她脖子那个小红点儿、小红疹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喵喵的唇色呢？看起来不太对，会不会是中毒了？哎呀，这，哎呀这，啊，到底有没有中毒啊？是啊，没有中毒呀。中毒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是，不是，你说你把人家，我说。今日那鱼汤非但我一人喝了，裴大人、宋三公子就连陛下都喝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昨日在湖边钓鱼叮的蚊子包，包括掉头发，这都是孕期的正常现象。至于这是我今日用了晚膳之后斑驳了的唇脂。刚想去后面补下妆，结果我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有人谎称我抱恙，直接把我诓了回来。没事就好。你早些歇着吧。对，回去休息吧。但愿那人没有寻得可乘之机，今日那鱼汤都被咱们大家给分食了，当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吧。那人完了。什么完了？哎呀，坏了、这群人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即便沈庙真的是身体抱恙，连圣驾都顾不上送了，哼！哎呀，草民来迟，微臣来迟，请陛下太后降罪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后娘娘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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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千岁千岁你们好了，修齐治平之学，齐在治平之前，三纲五常之道，夫妇父子，乃人伦之始。更何况沈小姐腹内有子，你们关照一些也是应当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来，慢点。裴大人怎么了？裴茂有些头晕罢了，多谢公公。裴大人客气。
哎呀，你看看我，每个月月钱不足五两，又要跟你当车夫、当侍卫、当打手，做尽鸡鸣狗盗之事。早知道，还不如去沈家做护院了，工钱还高些。你恐怕还要帮我办件事了。什么？翻看一下沈家的厨房，只怕妙儿命在旦夕。太监敬德之前发白，散发药香，一个时辰内接触过长久浸泡的草药，加之鱼汤味道微浓，又刻意掩盖香料之嫌。你要做的就是找出这味药。这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厉害啊，稳蒿产自南境，有雌雄双珠，生生不离，雄者是赤红，有催产之效，可杀孕妇于无形之中，一旦误食，两个时辰之内必血崩而亡。为白色死者可解。稳蒿喜温喜湿，微光怕火，偌大的行宫之内仅有一处可以供养。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如果敬德把解药给毁了呢？如此奇特之物，想必下毒之人一定还会留一些，可供日后取用。你快去取解药，我来拖住太后与皇帝。嗯。哎，我脑子不好，记不住。裴爱卿，你精通奇道，可否替哀家算算呢？臣搅扰了陛下与太后一起，已是罪过，怎敢班门弄斧？儿臣以为，岂有不走之走，不下之下？此子对您尚不构成威胁，你儿臣之见，进而代之为上策。陛下与裴爱卿岂不闻弃子争先的道理？什么时辰了？刚入亥时。这么说来，离哀家安寝还不足半个时辰了。记住，红色的有剧毒，白色的可以解毒。你谁啊？药刺客！走！别上！快！这边！这！有刺客！
腹痛吗？小心，你出血了！来人啊，小心出血了！小心，来人啊！快把全城的大夫都叫上。是。哪里来的大胆刁民，居然敢占本公主便宜。公主，看清楚，是我，我们上次在裴家见过。哎呀。啊，你是那个臭侍卫。是裴远征让你来的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本公主天生丽质，让人难以忘怀。啊，他还让你给我带来定情信物。可惜本公主早已……我说姑奶奶，以你的牙口和性子，你跟裴远征倒是还真的蛮配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性命攸关之事，跟我有何干系？哎，我报给裴远征。什么？哎，你们就在这里面，你们先守着，太后的人马上就到。你求我啊？您来了，刺客现在就在屋内。走。是。姑奶奶，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。锦灯，裴彦真，你究竟有何用意？微臣愚钝，还请太后示下。哼，平日这里固若金汤，你今日一来便风波不断。母后，这太后所言臣不明白。好，还要与哀家兜圈子。既然如此，你我不妨来聊聊你的母亲。母后，你要替女儿做主呀！刚刚敬德他竟然偷看我更衣。太后，我没有啊！你还敢狡辩？母后，你们去沈家用膳也不带我，我只不过去逛个御花园，采了几株花草泄愤，他就派兵追我，还偷看我更衣。行了行了，哀家知道了。景德，出去。是。皇兄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呀！你说话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太后，老奴真的没有啊，这定是裴彦真的算计。住口！今日若再闹下去，只会让我和陛下离心。裴彦真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救得了沈庙。快快快，别撞着，别撞着啊！毛巾，洗洗啊，洗洗，热水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多拿点热水。大夫，大夫怎么样？老夫行医几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。夫人您，哎呀，您还是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大夫，快来人都给我找大夫去，把全城的大夫都给我找过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小姐。让我们进去。让我们进去。让我们进去。
三公子，老爷说了，谁也不让进，进去要为难小的了。我们是沈小姐，富州莱儿的富族，这你们也敢来啊？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进去，快快快，关门啊！关门。公子，这走后门吧。是，走。什么人？斋如今金贵盛放，秋月如碧，戏台亦比往日的时候更美。若是演上一出古剑记，定是精彩非常。当时我假装没听到，然而每每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之时，他们总是悄无声息地侵入我的脑海里。往日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得已。裴延真，小姐，奴婢，小姐，小姐，妙儿，妙儿，妙儿。妙妙，这是产房，小别单让她不好进来啊！你要挺住，挺住，挺住！妙儿，妙儿，少情痴难残情至一次，若重来一次不
再去为怨你尘埃一世，别问此行至于不知，奈何情只一次，一旦入骨便是相思，纵生死也算只是